接下来有看到我手上拿这个牌子吗？这个牌子写的是头奖谁想要？我都想要了。那等一下骑车回台北啊？骑车回台北啊？我骑到清明节了呢。好，我们现在呢要邀请我们汉嘎 VMB 给出名刘宏基刘主委上台，为我们抽出今天的头奖。谢谢大家。哎，这次我们是台中市。我们新丁板节，没错，最后的这个阶段，对，我已经来了。我们刘宏基、刘主委呢，要抽出，主委抽什么？奖品顶上出去啊！对，哇，上马就出去啊！笔记型电脑啦，电视机啦，电视啦，折叠脚踏车，哎呀，这么纯净的啊！最好这些奥多拜啊！对，这是我们100cc 的。摩托车，再跟大家讲一下哈，一定要上台来啊，人要在现场啊，人一定要现场。然后我们这台摩托车有10%的税金，还有燃料税等等的，是由我们得奖者来负担，要跟大家先来报告一下喽。刘主委，抽到了这个奶酪，刘主委也很兴奋啊，很兴奋，所以他摸得特别慢，很仔细，很仔细，很仔细。好，什么？你不是主委抽啦，主委要抽到自己耶！你很幽默，知道吗？不要，这时候大家好紧张，你还开玩笑。哎呦，这样子不知道会不会左抽右揉，抽吧抽，不抽吧抽，抽吧抽，抽油嘞哟！抽油嘛！阿拉们请来新进顾问哦，哎，可就新进货、新进顾问嘞，要抽一张出来，你好不好？好。好了哈。真爱咪，顾问，哦，顾问这样。鼓励鼓励，掌声来！请顾问来，顾问要抽出我们今日的最大奖啊！谢谢顾问，而且奖品就在我们现场啊！出动慢点，给导航，拿来，好，我来念一下哈，好，抽出来的00816，我们让顾问也过目一下，他亲手拨出来的这个 lucky number。最幸运的，哇！来看一看 ，you are 哦，请我们的主委、还有顾问、还有我们长官们一起帮我们颁奖好吗？对，然后一起来合照，最后来一起合影一下，也代表我们台中市的新丁板节呢，在2015年呢画下这么美好的句点。没错，我们一年比一年好。哦，恭喜这位啊！没有问题，00816，00816，恭喜你抽到我们的三洋机车100cc。在中间，在中间，来，我们来合影，来，主任，我们可以往中间照相，照一下，哎，好看中间的摄影机，是我们2015台中市新丁板节头组织型联办届最大奖头奖得主的老师。谢谢各位啊！谢谢，也谢谢我们的老师。哦，也太兴奋了，好，谢谢老师，也要谢谢诸位，谢谢我们所有的长官，安之谁给名义嘞？听片都要片。谢谢各位，谢谢各位啊！啊，新年半届，新年快乐。今年叫做金羊年呐、祝大家都神采飞扬，金羊带好运，大家短叹气啊！好。